今天是2021年11月8日。自从今年立冬以来，国内很多城市都开始下雪了，不知道大家所在的城市是否也下雪呢？小编好久没有见过雪了，据说今年也就是2021年的第一场雪，比以往的时候来得更早一些。不过在小编看来，2021年第一场雪来的确实恰恰好。近日以北京卫视为首，国内超过49家主流媒体将热词“周深新歌光亮”和“故宫初雪太配了”推上了热搜榜。而且在这些主流媒体中，不乏北京卫视、人民网、芒果台等超一线传媒。周深的这首《光亮》真的是一首跨越了各个阶层、雅俗共赏的好歌曲。另外，最新一期的腾讯音乐有你榜也公布了最新一期的周榜榜单，周深的歌曲战绩斐然，前10名中有6首歌曲都来自周深。当然，小编要说明一下，这个消息大家之前可能都已经听过了，不过之前的排名是腾讯音乐有你榜的实时榜，并不是最终结果。而今天小编说的这个才是腾讯音乐有你榜的最终结果。新歌《和光同春》拿下了第10名，歌曲《只为真相》拿下了第7名，而歌曲《最好的礼物》则获得了第5名，歌曲《美好的世界》获得了第4名，歌曲《微风吟》拿下了第2名，新歌《光亮》登顶拿下了榜首。这个榜单分量很重，首先是周深罕见的6首歌曲同时在榜，其中4首歌曲杀入前5名，同时还拿下了榜单的冠亚军，了不得。其次，这是腾讯音乐有你榜取消人气指数之后，周深的歌曲首次问鼎榜单。最后一点是，新歌《光亮》成为了周深的第10首冠军曲目。第10首冠军曲目对于歌曲《光亮》来说也算是非常圆满了。说到周深的好歌曲真的是太多了，其中还有一首《愿得一心人》，今天2岁了。和歌曲《光亮》一样，歌曲《愿得一心人》同样也是一首小编只听了一遍就欲罢不能的歌曲，久久沉浸其中不能自拔。这首《愿得一心人》同样也是一首很能打的歌曲，曾经获得过 QQ 音乐影视金曲榜的周榜冠军，以及 QQ 音乐2019巅峰榜年终榜单10大影视单曲。有意思的是，和歌曲《光亮》一样，歌曲《愿得一心人》同样也是出自钱雷之手。钱雷和周深合作曲曲都是精品了。你如何评价周深和钱雷合作的歌曲《光亮》和《愿得一心人》呢？欢迎留言评论，同时也欢迎订阅我们每日都精彩更新。